如果有任何不舒服你就讲好不好。嗯，现在是打什么打药的？对对，我要先放一个导管在里面。那这个地方比较高位，所以有可能要比较斜，而且它这个开过刀哈，会不会很痛？不会。开过刀有时候它的解剖位置不一定那么。碰到骨头，我们就这个人很强壮，你看肌肉的那个。有开一个洞啊，就是我要找你那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。啊，那你说放导管的有开一个洞进去的。对对。那这样要不要缝啊？不用不用，那个只是针孔而已。哦哦。你原来在体育上面是哪一方面？哦，三铁的。哦，三铁。嗯。你好强壮。可能腰椎那时候就受伤了，不知道。那你在学校当老师哦？啊，退休了，我50岁就退休了。为什么那么早就去啊？服务的差不多二十七八年了，累了。对的哈。你在哪边叫？台北木栅那边。哪一个学校？那个小学。啊。我们现在放到15公分，我希望能够往下尽量放。啊。但因为它是开从第5节开到第1节。啊，对，开的范围蛮大的，那中间有粘连到什么程度不晓得。我们现在能放到15公分了，啊，17公分，看看尽量能够放，啊，表示它的阻塞的情形，但是好像再放，勉强可以放进去。啊，那管子还要留的啊？哎，留一阵子，留到你去。你那个完全哦，他肌肉好强壮，我这个针要拔都很难拔，那个肌肉太强壮了，可能啊有时候手术完也会有一些纤维化，哎，有一些纤维。那将来要拿掉还要再来咯？不用不用不用，等一下打完我就拿掉，很小的管子啦，那个管子跟。比那个点滴的管子小很多，很小很小，那个就是一个小针而已。但是这弄，这要弄几次呢？通常一次就改善很多了。哦，那但是能改善多少还要看